你再打我一下吧，不是，你再打我一下吧。哎呀妈，还带连发的，你真行啊，徐德贵啊，你修行了，你是不是站起来了，徐德贵？没完了，你是没完了，哎呀，你看拿西楼管我，徐德贵啊，你真行啊，徐德贵。老板，昨天跟您定好了，来取鸡，没啥事吧？没啥事，鸡死一半了，死一半了。三六四个圈会打吗？抱歉了啊，四儿，要不起。三儿，这是啥？鸡头？不对，鸡脑袋。这叫明羹。哎呦我的妈！没事，哥，你放心，他猜不出来。过分了吧？啊？再见呢？鸡翅膀？不对，膀子。这叫山峰。这个呢？鸡心脯？不对。那你说啥？这叫前腔。红哥，别吃了，走，跟哥上医院。没事，就是一个都不让我吃呗，啊，那就谁也别吃了。